生活在一起难免有一些小摩擦，重要的是该怎么哄好他。快让你的男朋友记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有了小溪姐姐奶茶机就方便多了，自己做的奶茶更放心，不会有添加剂，也不会有奶精，过程真的很简单，珍珠用开水泡个5分钟就好了，在家也能实现奶茶自由，它还能一机六用，打个奶泡，做杯咖啡。你看像不像雪顶？如果想要健康一点的，也可以用来做个水果茶，步骤一样很简单。这下知道怎么哄对象了吧？其实情侣之间的幸福很简单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。